倒想咬一口。张继聪大善一家四口全家福，二岁女儿比武进可爱，网民样子四足爸爸。香港艺人张继聪和香港流行音乐榜最佳女歌手谢安琪 K 一直被网民公认为恩爱夫妻，而两人育有一对子女张詹菊 Ames 和张静 Karina。张继聪经常在社交网上分享孩子的日常，尤其是现在长大的儿子和可爱的女儿，深受网民的喜爱。近日张继聪就分享一家人到展览，而且还约好一起穿同样的 dress code， 不过这张全家福的焦点就很快的放到两个小朋友身上，不少网民都觉得他们都长大了。两位小朋友还摆 pose 拍照，儿子张詹单手插住腰求到抱，女儿张静双手摆出五手势，腼腆又可爱啊。不少网民都大赞妹妹真系好，得意哥哥卖型，妹妹卖萌，全家行到一个点，一家连妹妹都是摆 pose。张继聪一家四口如此受网民的追捧，也不吝啬常常分享他们的生活照。眼看两个小朋友随着时间的长大，11岁儿子张詹已经学会打扮，而且还高到妈妈谢安琪的肩膀了，想必是遗传爸爸妈妈的基因。